今天我们吃一个莹润的罐头，用玛姬梅粉兑水。哎呦，哎哎哎，走开啊！羽衣甘蓝，等一下，两块秋月梨，平菇，哎，等一下，裙带菜。真的无语了，你看他偷吃的干嘛？蔓越莓、蓝莓、石榴粉。哎呀，再来一点浮游生物，来一个残缺的青口贝。啊，给你吃鸡爪，别生气了，给你吃。嗯，干嘛？还生气啊？给你，哟，完了完了，干嘛呀？